德式商务中心是1994年在香港成立的。目前我们在台湾，我们有4个营运据点。我们想透过弹性工作空间的使用，让我们的会员呢能够在他们的企业上面创造里程碑。德式身为顶级空间提供者，我们自然希望每一个环节都提供最好的服务体验。对我们来说，一杯咖啡它扮演就是提醒初心的角色，也是企业迈向成功的起点。在来德式工作之前呢，我的前公司也是采用其他商务空间。那个时候很常开会前会需要一杯咖啡，但是想到呢要站在咖啡机前面等待，真的有一点挣扎。后来来到德式之后，采用 Nespresso， 我发现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因为能够很快速的出杯，重点是咖啡真的好喝。我们很多客户都给了我们正面的回馈。West Bay 在北美是高端的房产开发商，一杯好咖啡是跟客户初步搭建桥梁、产生连结的方式。对客户来说，在他们萃咖啡、闻咖啡香味的同时，可以感觉不是在商务中心，而是像咖啡厅里能格外放松的环境，这能帮助双方互动。我们客户在家中使用的也是 Nespresso 的咖啡机，来到德式看到 Nespresso 咖啡机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亲切的感觉。我经常是使用这一杯咖啡跟客户破冰，展开轻松交谈的氛围。 CPRE 它的总部在美国，那主要的服务范畴是商用不动产的相关服务。 CPRE 的客户群是比较高端的外商客户为主，所以我们提供的咖啡要有相称的一个品质。 Nespresso 咖啡它有很多种的口味，甚至也可以做意式或是拿铁或黑咖啡，那冷热都可以，所以其实给我们很多种的这个选择，可以给客户有更多好的体验。身为企业领导人，我们一定会注重自己企业的形象，也会在乎员工的开心度还有满意度。那像 Nespresso 这样子有多款的咖啡机，可以符合各式大中小型不同规模的商办空间需求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加分的。Nespresso 为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使用者体验，营造了高品质的企业形象之外，也会对地球做负责。比如说像咖啡机的这个节能萃取设计，咖啡胶囊的回收重制再利用，处理后可以再制成生活用品，这和我们德式对于永续循环利用的理念是相同的。所以如果有客户或者是有企业要我推荐咖啡，我一定会说 Nespresso, what else?